如果架车配备触控式显示屏，所有功能都可以以触控的方式来控制，方便使用导航系统。例如在需要输入文字的位置，画面就会出现一个虚拟键盘。在地图的画面里面，你可以用触控的功能，以手指拉动放大或者缩小画面。你亦都可以直接在地图上面选取你想前往的地点。路线引导开始了。